啊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王者荣耀蔡文姬。在这个世界杯期间，出了一款新皮肤，叫做舞动绿茵，对吧？这款皮肤也是非常可爱，就是啦啦队的啦啦队队长。然后，今年圣诞节，这个蔡文姬也将出又要出一款新皮肤啊，就是这个叫反正是圣诞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，反正是圣诞的专属啊。我们来看这张海报，老胡子也在里面。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出场特效啊，这个现在是 GIF， 所以说不是很高清。啊，过段时间应该会在下周可能就会上线，到时候给大家看高清的出场动作啊，这个还是挺可爱的。然后最后一个玻璃罩罩起来是吧，也是很不错。好，我们来看技能特效，这是被动的特效，回血是头上会冒一些白光，是吧？有点类似雪花的效果啊。这是一技能特效，一技能的话也是很不错啊，就是反正感觉就是没有那个世界杯那款皮肤那么花哨一点吧，那看起来还会好看一点啊。然后一技能，这是二技能，这个是大招啊，大招两个雪人围绕着蔡文姬转啊。然后除了这个蔡文姬的新皮肤，还有就是貂蝉的新造型，现在在体验服，貂蝉是已经被雪藏起来了，看不到貂蝉了啊，因为它要出一个新造型，所以说它已经下架，然后重新设计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新造型长什么样，新造型就是这样啊，对吧？就是三个下，这是它的出场动作啊。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出场动作的动态演示效果。那么本期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觉得蔡文姬好看还是这个貂蝉好看？欢迎到视频评论留言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